Support Plus 温防滑牵引力刹车踩到底右脚油门来2500转放油门三二一来兄弟们，今天介绍一台刚买的2023年新款小改款的 X6N40i X Drive。面额来看到车头大包头灯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这次设计灯有比较流线，比较小颗点，比较扁平。大包原本这也有个正方形嘛，现在改成这个有点 L 型的，帅多了。大灯的眼睛看起来就差很多了。这也是我买的第一台，第一台小改款。哇，最近很买很多 X6 哎、欸、，X6 不错玩啊、哦，留下来自己开啦。每一台都留，那我开不完了。20寸里面，四门摸门，这台车全车已经贴好150,000的透明犀牛皮，车主已经贴好了，跑8000公里。我们高雄的粉丝，高雄没车行吗？高雄没车行，会不会我价钱比较好啊？这次钥匙长这样，拆开来看，要一字螺丝，那看起来像一字起子。它有尖角就可以用啊，代表工具只是一个辅助，人才是重点。跟你成功了吗？你等着看，我等着看，你等着看，哎呦，是不是？开玩笑，这新版的钥匙有点紧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不要把它用坏呢，它皮整个撕烂。原来你都玩这么暴力的，那个黑丝，知道你的口味了。我都看电影学的。看电影学的，什么电影？十八禁，不知道吹气，你到底行不行？不是，你又舍不得太用力，你知道吗？不然这一下就给我弄开了。看车1小时，拆这钥匙55分钟。哎、欸，出来了，新款钥匙，旁边有按钮，开锁，后筒，尾门。我看到有些钥匙都有那个荧幕啊 ，B N W 啊，对啊，大七的，有的要选配，那比较帅，它可以像遥控车这样移动，按它往前，按它就往后。真的、啊，我就抓你，你骗我太多次了。我买一台啊，对你都不太信任了、我都是被骗的那一个，所以你现在才开始骗我啊？你要确定呢？你被人家骗之后，当然会唬我。哎、欸，原来可以这样玩哦、啊，那我也来试试看好了。我们只能骗这种无伤大雅的，那种的我们骗不起啊。有了还真的可以，还真的可以。哇，他现在用菱格纹呢，他改菱格纹了。阿帕座椅，那这次的大萤幕超大，不一样的嘞，曲面、ID 8，哎，这样很帅。按钮发动，水晶排档头，金有跟没有一样。水晶按钮触控发射，自动方向盘调整。一个驾驶氛围很好哎。但的萤幕一定要有导航跟那个前镜头。带颗新车多少钱？399，这台2023跑8000呢。这台车我有满意啊。你刚好生小孩嘛？对。對推荐啊，入手会换版面，斜边版面、中间版面、靠两边的版面，抬头显示，抬显可以选你要的模式，氛围灯、黑顶棚、全景天窗、两组电动机组、电尾门、16项电动椅、腰靠这两边的，转弯的时候这个是很重要的。预设就跟之前斯拉它有一个天气冷，你可以。在10分钟前就先预热哦，界面真的很强，很帅。这可以把右边移到左边吗？你以为一个滑手机啊？放大缩小，还真的可以放大缩小哎、欸！再放大一次，我看一下这方向盘跟我的有没有一样？看你一下里面有没有你？对啊，为什么没有我？我明明就在车上。对啊，这台几匹？快400匹。400而已啊，10,000块买一匹划算，好像不是很划算。我觉得这次皮革用料不太一样，除了菱格纹之外，你看这里的皮革，这个质感，用料越来越好。四驱恒温，有没有？都可以使用。这个可以拉下来，可以讲，打开两个背架，这里面放什么？放40万缸。有没有脚踢尾？不可能啊！不可能没有啊！不可能没有啊！还是现在脚踢不流行了，其实不太流行，像我也没在踢，这踢都踢不到，浪费时间。要加装，
啊，后面阿六的标这里可以折叠，后面有个12V 充电头，这有个钩子给你，急救箱里面有急救包、三脚架，下面有备胎吗？你有很多备胎，是不是？我没有啦，我怎么可能会有？这个车都打电话给 B&W 尊龙维修服务，然后再自己换备胎的。也是哈，你这个四百万车又改换了呐？电话一通就要有人帮我换了吧？而且，哎呀，太高了，长得太高了，是不是？被打了，又被打，谁打你？打六。我打电话给 B&W， 怎么又拿错钥匙？拿到伟伟的钥匙。我怀疑你是想炫耀。这么明显吗？有一点。加九八，不要九二五千就好。我的天哪！心动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。帮我分二十年零利率。而且你个人跟我分可以吧？那我会倒。难道你不信任我吗？信任啊。那有什么问题？信任是一回事啊，钱是一回事啊。原来是这样、啊，分开的。钱以外我都信任你，跟没有发光比哈。我发车，你看有没有？有吗？看不出来，好像没有。有啊，有吗？还没装。走吧。这一定有弹射起步吧？弹一下，挑个最喜欢的界面出发，放大一点，你不要出发的感觉。仪式感是很重要的。高级车，你看哦，这个 AR 模式，不要看这里开就好了。三、二、一，哦，哎呀，可以呢。Sport 模式，来，哎呦，我看到又变红嘞。可以哦，有点兴奋。Sport Plus， 温防滑，牵引力。刹车踩到底，右脚油门，来，2500转，放油门，三、二、一，还是有一点啊，这个离心力还是很重哎、欸。嗯，来，这台新款出来了，如果你还在看小改前的 X6，这台加一些钱就可以买到刚那些配备。一些钱付多少钱？几十万吧。啊、这台车就已经。三四百万，四百万的，它的一些也要40吧。新车唯一的区别，这个价格，没错。如果你在看新车，这台你可以考虑看看。预计要卖300多万，可以聊，可以聊。资讯首页加 LINE， 还有车要买要卖，全台都有服务。好 ，OK， 走了你吧，收了。想看更多，关注抖音跟 YouTube。吕老板二手车，带你看遍二手车市场。